凡夫劣根不除是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只是这个理太深了，这个事情太玄了。啊，我们能做到，但是我们怀疑，就烦恼习气太重，我们障碍太多，障碍没有排除，怀疑当然有。啊，只要有疑，只要有夹杂，你的功夫就被破坏了。不蠢了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三大类烦恼在一念之间放下，我们没这个能力，这做不到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顿修顿证。啊，圆顿大法了。啊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做不到，佛有方便法，叫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放。啊，先放下执着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你真能把执着放下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真能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。般若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六道是个梦境啊。这梦境是怎么发生的？从执着发生，见思烦恼发生，见思放下之后，六道就没有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在佛法修学终极目标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就证得了正觉，正就是阿罗汉。啊，再把分别放下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啊，不再分别。为什么不再分别？假的你分别它干什么？不是真的吧？真的能讲到假的，梦幻泡影啊，如露如电呐、啊！啊，你把它放下，你就证得正等正觉，这菩萨果位。啊，再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啊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跟你勉强起个名字叫佛陀。你可别认为真有佛陀，真有佛陀，那你就又起了分别执着了，你又堕落到六道去了。啊，假的名可名，非常名，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啊，能说得出来的，啊，全都不是真的，啊，这一定要懂的，啊，所以佛说了究竟理的话，大家要会体会。佛说他无有法可说，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，是在讲无有法可说，这真话。啊，要有法可说，与自性完全相违背了。到真正无有法可说，你就能起如境界了，那就回归自性了。所以从理上讲呢，凡夫劣根不除是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
啊，只是这个理太深了，这个事情太玄了。啊，我们能做到，但是我们怀疑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，我们障碍太多，障碍没有排除，怀疑当然有。啊，只要有疑，只要有夹杂，你的功夫就被破坏了，不纯了。啊，所以念佛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，八万四千法门呢，诸佛菩萨都赞叹他这是第一法门。啊，他方便究竟。啊，直接跟自信相应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一念佛。可是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明白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这样念佛才能成佛。啊，毒舌六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啊，净念就现前，不怀疑了，不执着了，啊，不夹杂了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了。我们能做到啊，一心一意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念佛人，这叫净念相继。念多久才能成功？从刚才理论上说的时候，一念。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时，一日太长了，一念。啊，所以说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我们必须得念念相应。把烦恼习气都念掉了，你就圆满的回归自信了。啊，回归自信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全显现了。现在哪里？现在是法界，现在六道。为什么现前？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现这个干什么？不是自己受用的，自己还有受用，那你不妄想烦恼又生起来了啊？现前是度化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干这个事情啊，没有自己啊，众生就是自己啊。啊，确实自他不二。啊，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不二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你的分别心就真断掉了。啊，分别断掉了，执着当然也就没有。啊，这是说凡夫跟不住菩萨的关系啊，我们弄清楚了就不会怀疑了啊，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念佛，
华严所蔽，却在此经。华严所秉承的教理、教义、教行、教法啊，都在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里。华严太大了，分量太多了。这个就是华严经的浓缩，华严经的精华，跟华严无论是教理行果上讲完全相同，绝不逊色。你说这经多好，这个经多重要。我们过去学华严学了不少年了，我们学到十住品，大概全经五分之一，用了4000多个小时。现在我们把华严经放下，我们也希望有始有终，暂时放下。我们想放下一年，这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好好的学习《华严经》的精华。这无量寿经是《华严经》的精华了。为什么救急？你现在灾难太多了。真正通达，能化解灾难。真正通达，能消除身心所有的病痛，有这么多的好处啊！灾难这么多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？在大乘法里面，诸佛菩萨只有一句话：化解所有灾难。讲经教学，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从根本解决。身体的疾病，居住这个地球，有灾变了。什么原因？都是我们违背自信的、错误的思想行为所感的。学佛的经教让我们觉悟明白了，我们把错误的思想行为放下，把与自信相应的正确的思想行为找回来，问题不就马上化解了吗？这不是迷信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啊，千万年相传下来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教学，不是别的。大圣大贤，他不去做官，他不去做其他的行业。他一生都奉献在教学上。看中国的孔孟，印度的释迦牟尼，你再看其他族群里面一些宗教领袖。无一不是终身教学，而教学的内容、教学的核心，全是心得。我们中国人把它分类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那么向上提升呢？
这就是科学与哲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